在那个年代，他宁愿自己很辛苦，他还是让我去读书。他虽然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没有享过一天的福，可是妈妈还是把我们养大。我到现在已经60几岁了，我对妈妈的那个思念永远都忘不了，真的是永远都忘不了。其实家里并不富裕，但妈妈还是希望她可以念到高中毕业这样，所以对东菊来说是很无与伦比的一天，很重要的时刻。但是我觉得我刚搞砸，对不起。天哪，要来拍我的时候，我突然卡住了，突然就是眼泪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流出来，给自己压力也很大，然后所以发生了这个问题。这样做孩子那种很穷人家，你好不容易呼啸毕业，对你来说，对我来说，我是很开心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，真的。可是你要面对的是你的家庭，你的爸爸。一分一毫。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，我不知道你可以感觉出来吗？有吗？觉得这场戏真的是我这几年来觉得最难的一卡，这样子。啊，跳词了，对，跳词了。你这边接就好。哦，没事，您控制不的情绪。他可以放空，现场放空，只有他自己的情感。但是新进演员、年轻的演员对于现场的一个经验值不够啊，哪怕只有一场戏啊，你还是一生啊，一生中的其中一个片段、啊，你还是要把这场戏演到透啊。OK， 来换场。一直去想那个台词，你的情绪就会出不来。最主要他刚播出来，我觉得就是受现场的影响很大，陌生嘛。那所以你会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希望啊，等下看光啊。台词错了以外，其实你在讲话的时候是有感情的，嗯，你有感情，好像，对，他感动你给戏里面的妈妈，好像，分担妈妈的遗憾。刚刚师姐她在跟我讲了自己的经验之后，然后她突然唱的是《上只有妈妈好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整个大鼻酸。